時間咧係呢個4月12日晏晝4:30啊，咁樣後邊咧就係呢個 Icon 世界。咁眾所周知，呢啲富貴商場，等於一個 Encore 啊、Emporium 同 Sun Pelagon 外邊唔俾玩水，但係呢度例外啦。呢度河邊可以玩水，仲可以玩得好開心，我都準備咗。不過依小兒科啦，呢支唔該，冇錯，就攞呢支去玩。呢度除咗有水槍賣之外，仲有水免費供應，小朋友仲喺度洗埋手、洗埋面添。哇！大家喺度玩得都幾開心噃。好啦，胡慧聰出場啦，玩水啦。咦？你可能會話：，好似冇乜人，人丁單薄咁。大佬，今日12日啊，未到正日啦。聽日咧，13、14日咧，呢度一定會好多人，好熱鬧，熱鬧到不得了。於是乎，大家記住喺度玩，但係提下大家喺呢度玩完濕咗身，入唔到商場裏面嘅嚇。咁於是乎咧，你可能要帶定啲衫嚟換咧，又或者簡單講句，你喺商場裏面玩完、食完、行完，先至出嚟玩水都得。記住玩埋玩，小心跣親啊！剛才咧就見到好多人喺地下度跣親啦。出面就濕滴滴，裏面咧都乾真真，但乾之餘都可以做一個沐佛嘅動作，幫啲佛像沖涼。咦？佛像在哪裡啊？先唔係喺呢度咯，一個河道，跟住喺咁就滴咗啲水落去，咁就叫沖咗噶啦。哇！整濕曬個頭添，好換咗套衫再同大家解釋啊。外邊就濕滴滴，一入到嚟依度咧就乾真真啦。咁除咗係木筏之外咧，你仲可以見到呢啲啊，仿如一啲泰國鄉村舉行一啲嘅活動咁啊。高處未算高，摩天輪就係呢挺啦嚇咁啊。咁於是乎咧，大家可以喺度玩呢啲嘅摩天輪咧，可以玩一啲嘢簡單嘅遊戲啊，買嘢食啊，甚至乎有 live band 添噃。食嘢嗱，有本地人幫襯噶，唔係就係遊客嚟幫襯咋。咁呢度咧食嘅就係啲北部菜，買啲北部菜翻去食，或者喺呢度食又夠好啦。哇！呢啲南部菜嚟喎，嗱，如果你唔食得辣咧，就唔好食呢啲啊，超辣嘅。咁嗱，剛才見到嗰 part 咧就係食啲北部菜，呢度食啲南部菜。咁周遭咧都係一啲南部嘅小食啊。於是乎咧，你想揾泰國邊個部分嘅嘢食咧，呢度咧都可以幫到你。與此同時，喺商場嘅樓上仲有依啲嘅活動可以俾大家參與，例如畫下公仔啦，或者整下扇仔啦，甚至乎雕下果仔，即係果雕啦。但我係中意整下水仔，咩水仔呢？香水仔啊，自己溝啲香水細細支攞翻屋企。又或者你覺得咁樣換嘅話，咁就不如聽下歌仔啦。OK 卡，碰卡，碰卡，真係好心機，慢慢同我搞啊！咁呢度仲有一個好 amazing 嘅活動，就係免費俾你化身成為太古人喺度影相啊！嗱，好似呢啲景咁樣，化身為一個太古嘅唔知咩人，誒唔好影下邊啊！係因為我費事換褲，所以咧下身係唔 match 啊，影上邊夠啦嚇，Kindle 破啦級啊！
咁咧，你變成一個太古人，你可以喺度自己 selfie， 又或者有佢嘅一啲工作人員幫你影相喎。咁所以你見到全場咧都好多嘅女士啦、男士啦，咩年紀都有，都化身成一個太古人，不如同佢影張相啦。係咯，自己一個人好悶嘅啫，多個人影咪好咯，係嘛？而今天起至到15號喺個商場買就有優惠喎。舉例，你買乜都好啦，買超過299匹就可以免費送你水槍一支，同埋呢個電影戲票一張。又或者如果夠999嘅話咧，就除咗電影戲票咧，又有水槍咧，仲有防水袋同埋呢把扇仔啊，係咪都好著數呢？同級。同散拍又講唔同啊！咁呢度都有木筏嘅程序啊，但係咧就唔係話七神啊，七個神就並非如此，係得四個啫。呢四個神代表咗四個唔同嘅王朝。舉例啊，呢個神像嚟自素可泰嘅。咁而呢一邊呢一個咧，就阿 Ayutthaya 王朝嘅。跟住呢個就係吞布里王朝，而最後咧呢一個咧就係代表咗而家即係拉達拉個閃嘅呢個王朝啦。唉，行都攰，攞啲水攤攤下坐下先得。咁嗱，呢度咧係一個秘地啊，唔係個人知啊。喺 Icon Siam 商場上邊咧，就是、一個遊客服務中心，大家入到嚟咧可以入免費 WiFi、免費水飲，仲可以免費攤頭啊。行都攰，喺度唞下啦。咁嗱，睇下大家佢哋嘅潑水節活動，無論乾同埋濕都咧，就至到呢個15號嘅，16號咧就冇得玩嘅。要玩點咧？睇條片啦，重温啦。看了就當玩了。